大家好，我们是新加坡瑞星创意华文中心，我是宋老师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《小猴吃桃》。小猴，小猴，桃，桃。妈妈买了一个桃。妈妈，妈妈，桃，桃。妈妈买了一个桃，把桃放在桌子上。小猴从外面回来，桌子，桌子，小猴，小猴，外面，外面，把桃放在桌子上。小猴从外面回来，小猴想吃桃，先把手洗了洗，手，手，小猴想吃桃，先把手洗了洗，再用毛巾擦擦干。小猴拿桃子，一口一口咬，真甜。毛巾，毛巾，再用毛巾擦擦干。小猴拿桃子，一口一口咬，真甜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欢迎分享，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故事等着你们哦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:30，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世界吧。晚安，祝你们做个美梦。